洗澡啊，一起。咱俩呀。对啊，不然还想带谁呀、啊？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出去洗，去澡堂，你要不要脸？啊，那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要。你去不去？急死我了。你干嘛呢？啊、哪还能在那边了？啊，那你快点啊！洗什么呀？你咋才洗完这么慢啊？啊，那女的搓澡搓四面，男的搓澡搓两面，四面比你们慢。四面哪四面啊？就四面啊。不是，那你咋知道男的搓两面呢？为啥？啊？你咋知道男的搓两面的？啊，就是那个，我看了。你看了？啊。你搁哪看的？我。啊。推给我的视频。不是，那为啥推给你的视频？他。我喜欢看。对对对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早就该走了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来洗澡不就放松来了吗？走。就这地方了。这咋了？这地方咋了？没意思。那干啥有意思啊？走来，我带你去个有意思的地方啊！走走走走。不是，那老些地方非得跟我姐干啥呀？那我走了，我正装拿去了。你去吧，我找按摩。那不行，那我也得按。怎么？我叫个男足。我也叫个男足。不行，你要按就叫个女足吧，行不？我不得。男足不行，男足臭男人不行，不行。就是他们给我摁，你吃醋啊？我不吃醋，我是不吃醋，不吃醋。嗯？哎呀，起开吧。